就是你传授用兵，就是你民代民苦，你传授用兵，民教用兵啊！我是你的囝，然后呢？因为讲实在，我不明哪对你当初时还太甲阮来对看，阮被你们乌笑呢，还甲放火甲阮烧。我家的老母，互你收伫出来到外面，也唔过，就着你一来，再搁跑出来看着了面。叫我小家来，非常的惊人，你搁一哭一哭，哭袂停，我像只海产，听着你来哭声，会甲我对挂，所以我才甲伊放个后头啦。所以你想我一个人，叫恁全家分，对无？我的意思，叫老好。所以啊，老爸唔对啊，我知影唔对啊。一句唔对会当代表什么？你敢知影我所过的什么日子？你唔知，大哥，伊是我的小弟。伊是我小弟，伊是我大兄。老爸所做罪过，都是阿爹。你不爱你，你不要紧。从今以后，我这个做兄弟的，我会照顾你。你不要的是老爸，强龙，你不是我，你无得了解我的感受。你做世人所过的日子，荣华富贵，家乡免烦恼，你免受人的轻视，我。无同款，我要吃一顿，都已经真困难了。细汉的时阵，我以为讲我甲别人同款，我找其他的囡仔佚佗，一句妖怪，两句跪伫咧甲我骂。有什么代志？我的心里这个世界对我的折磨，我的家里的路，但对我的日子是重点。我问你，你都是正常人？你不要怕，你无得了解我的痛苦在倒位。你打我，老爸叫你吃饭，老爸做过一次。
你是我的老母，你是我的亲人，你看到我就会惊，何况是别人。安尼你了解没？老妹妹，这个世界对我无公平。做你的孩子